喂，借我100块钱呗。咋了？我去买个裤衩子。真拿裤兜子了？哎呀，今天上午出外面跑步的时候，哎呀，一家门就一步，实在憋不住了，我就拉裤兜子了。然后我就把我裤衩子给洗了，这没裤衩子穿了，这裤子硌得慌。别闹！你帮我拿一屁股呗。你别闹！我赶紧去买个裤衩子去。哎呀。行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我就建议买块钱。关键时刻你为啥问起？你别说问一个问题了，我问10个问题，我现在都能给你答上了。你快，什么东西它越用越小？什么东西越用越小？嗯呀，这个啥呀？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啥？香皂、肥皂、橡皮泥，还有橡皮啊。爷爷这么多。行，给你。哎呀妈！哎呀！